赛前跟 Ryan 教练这边聊，他也是提到，他觉得今天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啊，太长时间没有比赛了。好球啊 ，Johnson 切进去，右手端进两分，但是有四个外援啊，真可怕。现在看起来本土球员呢，唯一有机会跟他抗衡，大概就吕振宇。好，岛省再一个切入得分，要打宋宇轩，第二波被荣誉生再发一波，连续两波的防守，荣誉生成功守住，大胜，快攻灌篮取分。大胜林明义，哟，这两步跨得够大。这是工程师明年可能在农历年的这个休息时间上面会做一些调整，不会让大家休这么久。林明义。第二个传球给到李佳瑞 ，and one， 都已经进入到半场了，等于说你在这个时间换位就会像刚刚一样出现一个完全的空档。是，林一辉底线再把球送出来给大胜的外线三分球，本季的第二颗，那分数都是靠着罚球拿到的。是，哇，是啊，没进的直接人体直升机啊！大胜，当国王队三分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回到战局当中了。这是一个上篮的犯规，岛省要上罚球线。第二节的中段，他们才投进三分球。八位，所有联盟的球员加起来就有八位，场均是在命中两颗三分以上。那国王队就包办了四位。我跟杨将的搭配做得非常好。那法师跟岛省在场上的时候，就是让法师去做攻击，那岛省做这种无球的冲抢。哦，后面法师打一个大锅，麦卡洛又被盖掉。法师跟岛省接连的火锅伺候。然后这次的快攻拉杆哨一响，哦，今天的工程师这个球风看来应该是要换一颗球了，哦，两边的球都不断有这种脱手的情况。哎呀，哇，又是一个火锅，今天大胜。哈米由高国豪来防守，切传掉了，大胜换成右手再抓进攻篮板，哇，今天很猛啊，来一个两分啊！凯杰有机会绕进去，一个背后传球给麦卡洛，没进。哇哇，非常有创意啊！洪凯杰在年农历年前还有一个 no look pass， 哇哦，法师好球啊！两分五十秒去专注在比赛当中，因为这个分差是绝对还是有机会追回来的。李明义。切入小球递给大胜，有。